来，我跟你讲，龙虎武术入门，首先要学的就是挨揍。你是可以大有作为。聪明，佳亚，听老爸说，龙虎之是靠动作绝对圈里的地位，你不是一匹普通的马。好了好了，起来了起来了，我帮你抓住这次机会。师徒要当龙虎武师了，没有退缩，没有胆怯，来！漂亮！我们再训练他第二个动作。不，住住！我怕你跟屁虫。你死定了！比心！慢着！大哥，咱们一起拍戏吧，我的戏。